这里有点啊，这边有光这样子。Hurry up, hurry up, 这里有理解呀。你看别的地方，看别的地方。你们都不会不一致哎，就是不一致的。看一下后面有光，前面有一个点。好，因为我要拍一张不同姿势。OK， 看回彩应该不会。这个要三天，好像。然后为什么你上面有？为什么你上面有光束啊？就这里就没有吧？没有吧？这个拍啊，光阴，光阴，这个拍。光阴似箭。那妹，我们进来哈。好。阿信呢？那 OK， 要换人帮忙。哎，我们可以再。拍一张比较妙，哎，你没有了，来，你们想要什么？哎，人家又进来，我在录影。啊？在录影？哦，录影。咦，好了没？好了没？这个是 Christian 组吗？徐小平。啊哈，什么？好，我进来，我进来，我进来。一二三。那个跟我们在祈祷。对啊，那个是在说神啊，可不可以送我一台车？是不是？我没有这样讲啊，没有这样讲。他是真的很需要一台车。刚刚只请问几个呆本子。没有，就真的不配合。他真的在想事情，然后大家在祈祷，他在想事情。我想说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